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华夏谈世界。本期视频我们继续看一下强制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吧。说到一夫多妻，也只有在古代封建时期才有的制度。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娶三妻四妾，还是法律允许的。那现在一夫多妻是违法的，但在南美洲中部有一个小国，如今还有一夫多妻制度的国家，那这个国家就是巴拉圭。巴拉圭领土只有40多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700万人，连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都比不上，但是国家虽小却有一点吸引人，那就是这个国家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。巴拉圭的男人如果没有娶到三个老婆，就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如果你成年之后迟迟不结婚，也会被逮捕坐牢的。反而如果你娶三妻四妾，妻妾成群的话，国家还会给你相对应的补贴，甚至还会免费送你房子。不过巴拉圭内国内的男子，他们都向往着一夫一妻制，对国家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度民怨颇大，也多次进行了抗议活动，不过都被政府驳回，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。那为什么巴拉圭要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呢？这就要追溯到150多年前了。巴拉圭总统出于扩张领土向邻国阿根廷发起战争，不料军队实力太弱，被打了个落花流水。不仅如此，还牺牲了国内70%的男人，最后男人只剩下了可怜的2万人，导致国内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从那时开始，为了保证国家的生育率，巴拉圭就开始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。巴拉圭的男人到了成年之后，都必须迅速地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。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关注，观看下期视频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